是不是太香了？蛮厉害的，就蛮厉害。来，镜头给我们这个小慧老师，小慧老师。小老师素颜是不是？素颜是不是？没有没有没有 ，OK。小老师怎么样？你是煮什么？我是煮挂菜鸡汤。哎呦，好像很厉害哦。哎呦，这个汤底的部分是……可是我觉得油虾很香哎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很强。OK OK， 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哈，是不会去比说谁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的哈。我们稍微有稍微，我们只会去笑这个第四名。我很担心哦 ，Elsie。我们来宾，因为比例煮太久了，来不及了。Oh my god！ 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，第一把天哦 ！Oh my god！ 欢迎光临我们本次娱乐隆重。你有没有不连了？不连，对，不连了。哎呦！吃你们才来的、哦，都洗干净吗？我跟你讲，好多菜，你们要洗干净。我们这边很多调味料，小怪想要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啊，直接撒在我们身上。绍兴酒，绍兴酒，我看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来挂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的就是他们的菜是，比如说卤的啊、汤的、啊，或者是凉菜，其实处理的程序没那么多嘛。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太难的。有啊，我买了。你选了一个太难的，是不是？我选了一个。真的更久。真的，还煮剩鱼片，喂，切一切就上桌了。不过我跟你应该是你的会先好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的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快了。对，我的胡子没刮，就素颜来了。哇，帅一煮什么？好，你没有是没有准时进来，他的话。
对啊，我桌子上有垫东西吧？先 setting 一下。那你们过年要去哪里呢？回外婆家。看到的呢是我的挂菜鸡汤 ，ING， 觉得比利可以不要穿衣服，不可以。比利怎样？
不是普通虾，你不是普通的虾，是醉虾。醉虾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们包跟扁的不太对。但我跟你讲，这个就不得不呛下一下，因为你那个真的不是功夫菜。喂。哇炸了，改用煎的。好啊，对，对啊，改用煎的喽。改用煎的，你干嘛要加太白粉？网络上这样写啊。那，好，下去喽。哎呀，我跟你现在这个火油 OK 哈 ，OK， 炸鱼要冷静的炸。牛排，我不知道他是这样讲，他说反正是拌他会烂。那条鱼好可怜。怎么可怜？人家好吃的吧。但是他火不高，怎么知道他好了没啊？按你油都，你都没有油，你没有油哎、欸，加油啊！还要再加油、哦？要吗？没有啦，这边有热的。完了啦，我们好不会煮哦，完了。是他而已。
有没有？插下去，对不对？你也不会知道它有没有熟，你真的要吃了之后才会知道。那你先过去好了。Okay, okay. 但我有上网查，就怎么看？汉之，我们来找你。汉之，来喽 ，Hello， 怎样上菜是不是？好，重开一次哦。哎，你先贿赂一下评审。他叫我重开一次。这是什么？当时这是我煮的。